还没远，你这啥也没操到呀？我操半天了，我就想要那个狗。要那个狗是吧？啊、嗯，这么简单吗？我帮你操。你行不行？我试试吧。哎，老板，这券怎么卖的？十块钱十个。十块钱十个，这要怎么套到他给呀？套证就给。就券挂上面就给。对，要挂在上面。那你给我拿50块钱。好的。喂，你们这么年轻又漂亮，怎么干这个呀？风吹日晒的。放暑假了吧，快点带点钱。我太难了。别套了，人家美女都走了。嗯，你的手表这么好看，在哪里买的？在德物上买的，上面大牌手表款式多，还保真，大部分品牌比专柜划算。男人嘛，还是留块表称常便的。哎，美女，你别走呀，你怎么走了？套半天都不套，我想要个狗，在这看干嘛？这圈不错的嘛，肯定能给你套了。你别走，来吧。没有撤退可言。哎，老板，那个狗你给我拿过来吧，这剩的圈我也不玩了。这干的小生意都不容易，肯定是真的呀。谢谢谢谢，我给你拿。哎，老板，你给我拿过来吧。哎，美女，这狗送给你了。太开心了，谢谢谢谢。没事没事没事。美女，这里还有一只狗呢，你要不要？在哪呀？这里还有个单身狗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老板，哎，这个怎么玩的？这个呀，挑战成功100秒。那这儿的两颗华子和娃娃你随便选，如果挑战不成功呢，那你就得给我20块钱。100秒，这个时间也太短了吧！我来个120秒吧，挑战120秒。120秒，你能行吗？那我试试吧。你要成功了，那我跟你走都行。你确定吗？我确定。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那我开始了啊！3、2、1。慢慢。120秒，太厉害了吧！这挑战成功了，你是不是该兑现你的诺言了？什么诺言？哎，我开玩笑的啊，我开玩笑的啊。你开玩笑的，我是认真的。走吧。哎，老板，这券怎么卖的？10块钱10个。十块钱十个，你是老板吗？不是，我帮我看摊的。帮忙看摊的。那这个要套到哪里才给啊？那挂上就可以。这个券挂上面就给。对，挂上就。那你给我拿50块钱吧。Fucking hands up!
三个，他那个像吗？对，他那个，他那个。天泽啊，这个水晶牛肉挺好吃的，这个是吧？对。这还剩两个圈，全老板，快点敲掉那个免单。看着怎么这么斜呀？你要是放在地上的话，那么平，谁都能吊起来呀，对吧？不过得平时了。那我玩一局吧。来吧，玩吧。你别笑，不要的。天子哥，你过来。嗯？走，过去照顾照顾生意。走。哎，美女，你是老板吗？对呀。你这个怎么玩的呀？20块钱一局，一局三锤，三锤之内把它砸下去就可以带走一个娃娃。三锤之内砸下去？对。那两锤砸下去行不行？当然可以啊。那我能试一下吗？试试吧。哎呦，这啥玩意儿？这骗人的，这根本就砸不进去。不是骗人的，我这堆娃娃被别人砸就剩三个了。
怎么可能是骗人的？你砸准一点就行了。砸准一点是吧？对。那行，那我再来三局啊。可以。刚才那个是试试的，不给钱的。这样就可以了是吧？哥，你不能玩了。不是你咋了？你不能砸了，你套路我。谁套路你了？你刚才砸不进去，你现在用骨砸进去了。那刚才运气不好，现在运气好了呀。不行不行。不是，那我这钱都给你了，我得砸完呀，还剩一个。要不你这么着吧，让我这个朋友砸。我来吧，让我这个朋友砸，他又没玩过。我不会玩。啊，你让他玩吧。我钱都给你了，来。那行吧。来来。啊？呀呀，不好意思，巧了是吧？巧了。行，那这三个娃娃是吧？我们都可以拿了是吧？可以。三个我们都可以拿走了。哦，好，老板，再见啊。Somebody better put you back into your life。